下一位梁国雄议员。主席，嗱，你讲嗰啲我之前听嗰位女士讲咧，就话哦，创造到咁多个职位，就系因为咧用一个推算，系咪？咁我而家想问下你，点解你唔推算一下？如果4000平方米以上嘅人享受嘅權益有幾多咧？有冇推算過咧？你有冇做一個規？有冇做一個咁嘅推論咧？推算一個 projection 咧？嗱，嗰啲真係冇辦法做嘅喎，嗰啲係將來嘅喎，而家係知道嘅喎，即係話有幾多個業單一業主或者共同業主係擁有4000平方米嘅土地係可以同你議價，係知嘅喎，唔使 project 嘅喎，有實數唔攞。就攞一個推論嘅嘢嚟問佢攞錢，哪一門子嘅統治啊？實股實作嘅嘢唔做，推論就嚟呃我哋。